现在这个市面上啊，口罩可以说是名目繁多，各式各样的都有。那么有些口罩戴的话起不了多大作用，戴了也白戴。你看我现在手上就有两个，外表长得都差不多的口罩，但是一个呢是合格的，一个是不合格的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，先戴这个。你看，隔着口罩，这个火苗一下没了。我们再试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合格的标准的医用口罩，长得都是一样的吧？你看一样的哈。怎么吹，这个火苗都不会灭，能不能起到作用？这个小小的实验就显而易见了吧？